最近呢，我们刚刚发布了小米第一款两亿像素的手机小米 12T Pro。 从我的推特账号看到，不单单是米粉对两亿影像系统讨论热烈，就连我们小米自己的同学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。他们用小米 12T Pro 拍摄了很多的照片，让我挑几张拍得好的。我从里面挑了三张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第一张呢，我选的就这一张。我知道很多米粉对我们小米的俱乐部非常好奇，今天分享的这一张呢，就是我们小米书法协会的照片。这张照片呢，是用两亿像素模式拍摄的，拍的是一个同学正在练书法的瞬间。这张照片呢，捕捉到前所未有的细节，就是你放大以后能看到那种未干的墨迹和宣纸毛面的那个纹路，画面的每一个细节都特别的清晰极致，整体给人一种非常自然真实的感觉，好像我自己也在现场一样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张，我们小米公司的同学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小米猫咖，专门收养这些被遗弃的小生命。这些流浪猫呢，非常好动，普通的镜头很难抓拍到它们面对镜头的瞬间。小米 12T Pro 所搭载的万物追焦的功能，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。我们的同学能够轻松地拍到它回眸的瞬间。大家看看，这只小猫咪是不是特别可爱？最后呢，是这张小米园区的夜景，我觉得拍得也特别的棒。小米 12T Pro 的两亿影像系统不仅具备小米目前最高像素水平，而且它的超大底的传感器、 OIS 的光学防抖以及领先的 8P 镜头，大幅度的提升了暗光环境下的进光量，让细节的呈现更加细腻。同时搭配了小米先进的夜景算法，能够轻松驾驭复杂夜景的拍摄。比如这张夜景在高光表现和暗部细节保留上都极其的出色。除了这三张，其实还有很多的照片我想和大家分享，不过我更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小米 12T Pro 的两亿影像系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，也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小米带来的不仅仅是极致的性能，更重要是产品体验的升级和变革。Xiaomi.